today。 爬吧里面方言都是漂亮妹妹，有的等人去打尖，有的对我抛媚眼，看准目标捡起哈拉一抓，请他喝一杯。妹妹，男人都是有点坏的，你小心别被甜言蜜语骗了，学着欲擒故纵才是对的，可是千万别说我教你的。口气上扇子0358530，可是身边还带了一个漂亮的妹妹，算了还是别回电，让她等等无所谓，男人不坏女人不爱真是至理的名言。妹妹，男人是很爱面子的，偷吃的感觉不是你能懂的，像我怎么可爱的不多了，劝我保证你不会被骗的。我是无辜的，所有招数都是为了讨好你的，孙悟空也逃不出你的如来佛掌心，我的所有坏的习惯都是因为你变好的。保证你不会被骗的，妹妹，请相信我是无辜的，所有招数都是为了讨好你的，孙悟空也逃不出你的如来佛掌心，我的所有坏的习惯都是因为你变好的。耶耶耶耶，嘟嘟嘟。